二手环保的这些牛仔布料，可能在别人眼中它可能就是回收，就是已经是垃圾了，再回收再来清洗熨烫消毒加以整理之后，它也可以是一个美丽的商品。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，遇到就去解决，怎么样让它可以更完美，让自己的心情更好。